还有我们的这个同学，各位同学跟现场来宾大家好，老师好，老师这边请来，同学我们来，老师我们中间请哈，来同学我们先后面哈，好，老师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贵团这样创立这样多久了？听说时间不长，对不对？对，因为基本上我们一所大学其实社团是蛮多的。那肚皮舞社的话，是我们陈怡宇老师从去年才开始成立的。是，对。老师，我刚有跟大家提到，大家对中东肚皮舞可能有一些朋友不了解，我们既然是寓教于乐，就告诉大家这个中东肚皮舞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类型跟什么样性质的舞蹈。基本上就是埃及的肚皮舞，那我们就是其实它有很多派系不同。基本上我的学识呢，可能没有像我们陈老师、陈宇老师那么好，所以我只是大概别这么说，大家都是好。其实肚皮舞它有分很多派系，跟很多不一样的形式。是。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比较走传统的肚皮舞方式来呈现给大家。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肚皮舞融合现代风啊，或者是说现代版的歌曲去融入它的肚皮舞的优雅的舞姿，也是有很多的。是，所以只有包含这个中东的元素，也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自己的元素，是不是？当然。我看到你们穿这样，哇，好想讲一句话哦，喝咖啡吃甜食又让我胃食道逆流。没有啦，开玩笑啦，我是说那个有没有？是不是肚皮舞有多流行？连广告的人都在跳肚皮舞。那既然大家都流行肚皮舞，我们就来学学老师，我们传授给大家一点点基本的招式，好不好？因为听说肚皮舞有很多功效，是不是？对健康也很有帮助啊。是哦，是因为我们肠胃蠕动要帮助我们肚子的一些肠胃蠕动啊，或者是说一些体态。基本上有时候上班上太久可以起来这样子吼。对啊，午休时间啊可以动一动。小 S 不是有拍吗？是，下礼拜老板就加薪了吼，大家练一下吼。对。是，还有咧功效。对不对？除了促进身体健康、肠胃蠕动之外，接下来也是你的仪态啦，对不对？对对对。让那个肢体呢更曼妙、更美丽。因为啊，大家都看哦，你们刚刚看，哎，很多老师在台上这样子很简单。我跟你讲，一点都不简单，好不好？我们就示范腰部这个基本的律动，有没有什么诀窍？好，那我们请我们现场的同学，好，同学，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哦。好、okay ，那我们现在呢，哎，坐着的乡亲父老们可以站起来了。乡亲父老们啦，各位大哥大姐，刚刚那个美食街吃完东西的可以活动一下。哦，蒋爸爸，那可以来动一动。对对对 对,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肚子，我们先屁股右左右左，等于说你的骨盆往右、往左、右左右左，这样子来回的摆动，这样就可以咯。这是第一招咯。这是第一招，好，有没有学起来？有没有学起来？下面朋友来。一起右左七八，右左右左右左，哎，明明是抖腰，下面怎么有人在晃头？这个是连贯动作。同学同学，老师在上，哎，平常这个要花钱去学的呢。哇，你去给他直接欧丢探丢啊。哦，还有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胸部的部分，胸口往上。胸口我就有点害羞了。下，你也有胸口啊？不是，我想看，我想看看老师们怎么动啊。哎，老师可以示范一下吗？我们请我同学，这是我们那个肚皮舞社的社长。哦，社长，社长，失敬失敬失敬。对，不好意思，专业，对不对？我告诉我这个胸口怎么动？胸大肌的那个上下的那个动。我靠，那个不够美啊！胸大肌，男生也可以练，对不对？对，没错。胸大肌，我是这样。哦，对了，对了，对了。哎，有没办法，没办法。哎，欢迎加入我们肚皮舞社。我们来电，刚才刚刚。在。好了，除了腰、胸口还有什么？重点还有是肚子，可是因为肚子比较进阶。进阶的话，肚子我们就是做蛇腰。蛇腰。或者是反蛇腰。你看，非常符合今年的流行蛇年啊，是不是？对。要有水蛇腰，就来学学肚皮舞，来怎么扭？蛇腰。蛇腰哦。这个比较难，要先收下腹这个部分。一二三。哎呦。就是哒啦上去。对，这个比较难啊，所以你们可以从屁股跟胸部一下。这个哒啦就给他带过。来，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哒啦哦，来得起来哈。啊，老师，我们把三个动作串起来，好不好？哦，好。这个腰臀、胸口，然后最后来加这个 drop。好，好，各位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个动完之后，刚刚你们吃的香肠就消耗一根了。等一下可以再去吃一轮。等一下可以再吃一轮，是不是？美食大排档，一点爱去加了，吼。哎，准备好没？准备好没？准备好。哎，你看女生多踊跃，是不是？那你看起来
身材也不错。男生其实都很害羞。男生。然后其实眼睛一直在瞄。没啦，我刚看到那个，那个阿伯嘛，大到很厉害。哦哎，我来，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哈，老师，我们都准备好了，好，来一点哈，来，五六七八，右左右左，五六换胸口，上下上下，五六换抓抓抓，我走起来刚刚怪怪。这个就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肚皮舞社的行列，是不是？加入肚皮舞社的行列啦，哈，是不是？哦，老师，这个表演哦，你们这样子要练多久？要做一个这么完整的表演，哦、你要让观众朋友知道说，哎、欸，其实台上十年啊，台上一分钟，台下什么十年功，怎么累积出来的？哦，你们练多久？其实基本上啊，这个基本动作，其实你练差不多一个月。像我们有同学，是，对，同学他才学三个月，半年，同学半年，来，我们中间请。哦，你对，就是我们最明明是中东舞，怎么搞得像原住民舞蹈呢？那这个同学是最 UK 的，学的最哎呦，最 UK 的，让我来访问就对了，来，来，我们中间请啊。哎，同学，请问今年贵庚？秘密阿德公最 UK 的咸蛋公秘密，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跟你讲，搞不好今天就促成一段好姻缘了。待会你们就手牵手去走这个惊奇灯光步道了，是不是？是不是铁道桥在那边等你们？有没有人去过看的地方？哎，今年几岁？21岁。他是学习跳舞时间最短啊。等一下，他怎么回答我说？我应该没记错吧？你家你几岁？你唔知哦。学习时间最短，但是他很认真，对不对？对，所以是学习大概约，其实约3到4个月就是可以上场。其实我们学肚皮舞的话，其实第一要先学习大家练习那个勇气。嗯，对你有这个勇气。勇气啦！哦，勇气啊！游记我哪有嘞？好啊，成功！哎，练游记，游记是不要那边。对，你要先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是，其实勇气你是最独一无二，你是最美的。没错，所以你要站在这舞台上秀出自己。没错，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啦，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学到啦？有学到吗？回去要认真练习哦。没学到了，找陈宇老师报名。是，哎，要缴学费了。好了，谢谢老师，也谢谢各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示范，谢谢你们。好，看完中东肚皮舞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类。